叫多新手喎、啊。你飲幾個啊 ？LV 綠色同埋綠色啊，綠色即係其實佢今季個 level 好低。我琴日開對波蘭翼出嚟，但係我冇嗰個靚符文，嗰啲咩衝鋒減傷害嗰啲咧，差好遠。你試下個陣型先啦，因為波蘭翼其實真係好難，我都唔中意用波蘭翼。唔係齋衝嘅，我而家招一招技喎。唔係啊，但係個陣型唔啱啊嘛。即係波蘭翼難用嘅地方係咩咧？嗱，佢個陣咧係一個橫排嘅，好長嘅橫排打橫。即好似你键盘嗰啲掣咁样嘅，打横一排，你当键盘两排掣咁样，咁样打横一个横排。哦，好阔嘅，好阔嘅，即系嗰个阵系好长好阔嘅。咁问题就嚟啦，你想象下你系，譬如你喺条你喺嗰度冲出嚟，你系首先要将个阵扭翻直先，即系你要将呢个本身横排嘅阵特登扭到。我知你讲乜，哇，扑街我真系。系啊，所以波兰型唔系易用噶，好难用噶。你要扭翻直喎，仲要等对马，即系等嗰啲马咧排好晒，靓靓仔仔啦，即系真系排足晒啦。即系有时咪拉你拉对兵会拉长城噶嘛？系啊，等佢排好就定靓，整靓条直线先咯。系啊，跟住系啦，咁啊死得啦。哦，好比较难用，比较少人用。系咯，就咁横线直冲个伤害咪差好 Q 远啊，得两只啫嘛。是啦，冇错，你理解到个问题啦。你横线直冲，你得两只冲埋去，其他啲全部撞墙或者撞其他嘢，即系晒。啊！前方撞车准备推进，左方侦察正面推进。Luffy 喺对，即系好似咧，佢又赢咗之后咧，翻乜击咧？然后赢翻之后翻乜击？我又查出嚟啦。Luffy 废噶嘛？有咩你睇啊？真系废噶，大佬！不过黑龙江玩波兰翼，我成日都笑，大家讲笑我哋咯。佢真系唔系讲笑噶，不过冇办法，佢冇佢喺辽源，佢冇特权，冇办法。我哋嗰班有特权嘅，即系讲难听啲，我以前玩火筒噶嘛，我系唯一一个即系嗰集团长。我話特別批准我玩火筒，即係打團打國戰係打國戰，其實唔 suggest 玩火筒，係因為火筒因為做唔到火筒破陣啊，或者始終各方面比較難用好多。即係如果你普通一個玩家，你唔係玩得好咧，你用火筒咧，你可能就喺度做下嫖仔啊，即係你等同多個嫖仔喺度掟下垃圾咁樣嘅，做唔到嘢嘅完全。你關都可以衝埋去破陣啊，可以譬如做其他好多嘢啊，重甲嘅，譬如刀盾啊之类做好多嘢，但系火筒系好尴尬，除非你做到好似我先，我玩火筒要你一场杀八条友、杀九条友嘅一个杀人流嘅火筒，嗰时佢哋阿织田啊，织田佢见到我有一场，我唔记得系打 NG 啫嘛，佢啱啱即系大家同咗，佢死咗，佢就望住我镜头见我玩火筒。跟住佢自己嚇呆咗咯，因為佢以前都玩過火筒嘅。我玩火筒係玩到係喺人哋個兵團，即係喺人哋個即係個大戰場入邊跳出跳入，然之後入去殺人，再跳翻出嚟，入去殺人，再跳翻出嚟。跟住佢做一個如入無人之境咯。咁啊，依度唔打，打啦！追佢，追佢斬。下面嗰度咩嚟噶？买卡啫嘛，我哋打过咯。你又系好正，买卡我唔好打。注意防护。唔系你要打，我可以帮你破手。你睇住啊！进咗嚟我就。等人埋啲先啦。喂。睇住好正。我唔幫手嘅，點解？嚟緊噶啦，嚟緊啊！拉翻後啲啊，拉翻後啲。唔好俾佢走，唔好俾佢試。點解嗰下叫打咧？因為我見到下邊嗰隊走咗啦，已經。啊！頭先有兩隊，
头先有两队卖他嘛，下面嗰队走咗佬，卖佢呢队嘢俾人卖咗噶啦已经。傻仔，傻仔，成队冇咗，白痴，我知你向后冲嘅白痴仔入我度，一弱智噶，浮屠佢摸出嚟，又唔捻识玩，低人仔。差点落屎。见到天华就冇揾咗，笑捻死。可以睇住嚟落噶啦，对面死咗两个。您的兵团正在撤退。别走！勇士们，别动！别动！别站！勇士们，别动！我哋唔喺 B 点嗰度，唔喺呢度。有骑入咗去喎，竟然咁咪入啦，咁咪落啦。诶，佢抢 B 啊！我哋趁而家抢冇点啊！哇，屌佢哋骑行出嚟啊！屌，得，落我哋翻嚟。看著事發，我們騎啊！事發騎，事發騎，關，好像關靈。哎，我們方陣，我們方陣，我們方陣。Nothing 啊，Nothing 啊，你沒神啊，Nothing啊，屌老味！有沒有計啊，有沒有計啊，喂！得得得，我過回來，我過回來。要喐唔得啊！食咗佢啦！你冇神抵紧死啊！屌佢打鸠！冰雪靓，冰雪靓，暂时冰雪靓啊！跟我上！靓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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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靓！得啊，拉平先啊！集结作战！先反后，你拉平先。分散攻击。对吧？对吧？我对面有高高。一还没喊呀。睇先啊，急嘅唔急嘅，而家正唔啊，正唔嗰度啊。好，我哋慢慢过紧嚟，你睇位。Okay, 跟你哋，我哋跟你平先入。你一定又要玩我，我得埋你。哇，冰川好靓喎，普通鞋波。呢边要唔要帮手啊？帮忙先，搵到人我。我哋食紧嗰啲骑嘅冰川鞋，唔使急嘅，有时间。等下要转中打啦，转中打，因为佢有炮兵喺度。唔好攻得太过入，唔好攻得太过入，因为始终入边个补天我哋攞唔到嘅。佢，我哋纯粹系呢个位置打咧，系封住佢啲骑，俾佢冲翻我哋右边补天。可以差唔多转中。点打唔到呢个中字扑街？
顶个肺打唔到个中字，屌你啦！被人夾到你中間，咦？右邊散曬嘅。一隻喎，老細，馬變翻只馬嚟玩下，冚家鏟，你話我撚慘㗎喂！有冇投射阿鄭嗰個？鄭邊個咧？鄭邊個位？我知。B 點左手邊嗰度。得得，十六點，十六點，老細。唔緊要，先打先。冰选是靓的，不过要啱啱呢一波咧，我哋右手边其实唔应该兜中间入啊，应该右手边入过嚟。如果咁样兜到中间咧，就系变咗我讲嘅情况咯。人哋右上角个宝咧，啲骑冲咗过嚟打。都唔紧要，而家个情况都仲可以。我哋第一波赢得犀利，可以冰选。呢班友识唔识用方阵啊？冧平啊！冧你老母！我哋唔肯走嘅，你死死个啊！我鸠夹住啦，我哋夹咗，因为我哋后边有对关联夹咗埋你啊！超戆鸠，系走唔到啊！佢哋应该行大本噶嘛？啱啱似赢，先知啊，再走白来咗，觉得自己够打，啱啱系都好生气。正常嚟讲，我哋右保攞咗，佢哋攞唔翻咧，即系发觉唔够战力攞翻，其实要前噶啦。B 点冇得，只要我哋喺右保呢边直接，如果真系要夹硬逆直接架炮咧，输啊，所以冇得打。右保攞俾人攞咗，即系如果我哋守方右保俾人攞咗，而发觉唔够战力攞得翻嘅，人哋封捻死晒嘅，咁要走咧，冇得再打落。有啊，老细，冲啊！站埋兵先啦，我哋赢咩人兵选赢得咁多，虽然时间上有少少赶逼。咧集埋佢一齐集，一齐五入去得到。里面三百几兵唔够手，即将夺取最后的佳绩。
碌系死，冇到人骑我发现。您的兵团正在撤退。哇，五分啊！屌，黐人，加得五分啫喎，屌！呢班垃圾真系。